麻辣的牛骨髓。这牛骨髓啊，一定要吃麻辣口味的，麻辣鲜香，一点都不腻。这个大，香啊。吃个牛骨髓，
哈喽，小妹，今天吃个烤骨髓。丢。
太鲜这回全都是这个牛骨髓中段啊，上次我浇个汁儿都说不让浇汁儿直接吃，这回咱不浇汁儿了，也挺好吃。这个煮飞了。这个肯定过瘾。快手小店有新订单啦！哎呀，这样吃这中段这样的可得劲儿了，超级过瘾。哎，睡了。嗯，哎，一会儿再看看。牛骨髓，这个里面还挺多的呢。哎呦！我操，想迷糊了。
姐妹们，牛骨髓，你们都放假了没有？太香了！我前两天在我们这儿超市看到有卖牛骨髓的，那个价格简直就是抢钱，两根这样的牛骨髓，它居然要40多块钱，将近50块，太贵了。这个有的挖不出来。煮的好入味，要不动。屏幕前的你，此时此刻是不是觉得特别油腻？这块也好大，这个牛骨髓它真的。这次买的品质还不错，骨髓都挺饱满的。姐妹们，这玩意儿真不是我自己灌进去的，这我也没法灌呀，我咋灌？你总说假的假的假的。哦，一口上头啊！吃个牛骨髓，哎呀，老热了这把！哎我的妈！姐，你给我整瓣洋葱来，快！哎呀哎呀，尖椒也行。是稀碎呀，这里没有。我看能不能整个完美脱壳啊。
能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有点液啊。对不起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太热，老液了。这玩意儿挺好吃，就是有点太液了这把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视频录稀碎。哎呀，看，太热了。